大家好，我是香香，又下班了。早上天气还挺好的，出门的时候出太阳，到下午就下了一场雨，然后感觉好冷啊。还好办公室就是有一件平时睡午觉盖的衣服，穿在身上暖和多了。我现在先去超市买菜，波哥今天晚上加班，可能要晚一些回家。昨天从家里带过来的蔬菜还没有吃完，今天去超市稍微买一点荤菜就可以了。赶紧走吧，又在下雨了，不然要淋到身上。我今天没带伞，赶紧跑。超市就还剩一块肉和一点不新鲜的鱼虾，还有一点点不新鲜的鸡腱，我不想买了。今天晚上就吃素吧，赶紧回去，头发都淋湿了。我有那么没品吗？啊！梦的现实，真是。我清醒了以后，你知道我想要。